are my hiding place, and my way is my home. 在人生的转折点，我有时觉得失落与挫折，但常常在事情过后，我们发现神一直都在。让我们在听今天这两首诗歌时，再次记得神永远看顾我们。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以及他的意念。